牵什么手亲一个生小孩的。Dan， 我小时候我读小学，我老师告诉我不能牵手，摸一下都怀孕的。Dan 啊，不能感恩。抬手的不，兄弟们，亲一个上500万。Dan 老，你上500万你就马上亲一个，很看。你看你快一点，你们现在亲一个，不是你们现在上500万，你看我来不来个给你们？我先来个给你们看一下。我瞬间觉得那个屏幕他们都想把手机丢掉，你看，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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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都要吐出来了。哇，此生最大的运气就是在抖音遇见了所有喜欢支持我们的每个好朋友们，但我也希望在50年以后我们依然还在，50年以后我们依然开心，依然幸福，依然快乐。我也希望在50年以后还能继续给你们来唱唱歌，把这首歌送给你们。50年以后你们一起点赞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小站站走。今生最好的运气就是遇见了你，刚好你也爱我，我也爱着你，在这个尴尬年纪，我不再是一个人，多幸运能和你在一起。此生最大的欢喜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从我们交换喜物，深情相望那刻起，我的余生就是你。导演的兄弟姐妹们，是你们，我希望50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和你坐在摇椅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听微风轻轻的吹，听河水慢慢的流，再聊聊从前日子，刚谈恋爱的时候。我希望50年以后事都已白了头，还想听你叫我丫头，轻轻牵着你的手，紧紧靠在你胸口，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哇哇哇哇哇，50年以后把一首这样的歌曲送给你，也送出我们的祝福。无论你在哪里，在手机屏幕观看直播的你们，祝你们都能幸福美满，也祝你们的家人平平安安，未来的每一天都越来越好。谢谢大家。